大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我今天来分享我一整天的营养食品，不是啦，是我自己平时每天都会吃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还有保健品，大家来看看吧，看有没有对你们有帮助的地方。Let's go。我要来买绿拿铁，明天要打的早餐。你要打什么颜色绿拿铁？绿色的。有分什么颜色？绿色、红色、紫色，明天拿绿色。那绿色为什么拿苹果？基本款啦、啊，就是苹果、芭乐啊。打绿拿铁的话，我苹果不会挑，一定特别贵。不用到很好看的，便宜的就好。便宜的就可以了。再来是选菜，青江菜。小白也不错。需要黑木耳吗？白木耳。我来超市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牛奶一定要选日期比较后面的。喜欢香蕉吗？可以啊。哎呀，这香蕉好大，我觉得好可怕哦，怎么那么大、啊？那我们就挑小香蕉好了，好，小一点。明天早上见喽。我现在来做四人份的绿拿铁。我现在开水是要来穿烫蔬菜，那穿烫只要一下下，大概30秒，不是要煮熟，而是要穿烫把那些虫卵啊。等下煮菜时候再讲。我这样子才自然，你每次都叫我对着镜头讲，我看到镜头我就害怕。我个人的绿拿铁是蔬菜会比水果多，因为水果的糖分比较高，因为一整天我们的蔬菜量要够，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吃的蔬菜量不够，就可以利用在早上的时候填补完成。我没有特别要切得多漂亮，因为等一下要下去打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刚好有个洛梨，洛梨是很好的油脂，我们洛梨如果切了，那我们这一半把它留着，放在保鲜膜或保鲜盒里面，因为它的籽跟肉放在一起，它就不会氧化掉，很特别。芭乐本身维他命 C 就很多，我的基本水果一定会放苹果还有芭乐，糖分不会太高，但是胃不好人就不要加芭乐，因为它不好消化。那我这边有一片的那个凤梨，胃不好人也这两样不要加，加点香蕉，香蕉本身它就是比较润肠。那不是很多人说空腹不能吃香蕉？那因为我们有加了很多蔬菜啦，不是单吃，加一半就可以了。这些不要拍进去，基本上水果是这样子。你说哪些不要拍进去？这些了，看到镜头我就害怕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绿拿铁，我没有带一些红色的，红色的加绿色的出来的颜色就会不好看的颜色。那你红色会放哪些东西？红色的话，我会放火龙果啦、红萝卜啦，还有青椒、蔓越莓。我今天有用青江菜、莴苣、白木耳。今天的量就取决这么多，木耳也不要太多，因为木耳太多会很稠。我们现在洗完，那现在来下去穿烫。青江菜这个头可以先下，它的叶子，这个螺那个螺肉嘛，这是螺肉，这是蔓，螺蔓，螺蔓基本上它是可以生吃的。慢一下生吃看看。不要。OK， 那我们应该差不多了，就这样烫一下下。30秒就够啦。穿烫为的是要防止那个虫卵啊，一些农药啊。这个菜呢是很快熟的，其实基本上我会用热度去丢下去关火，因为它本身的菜很嫩，打起来的话那口感就会顺口。把它翻一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刚刚是用它的热水余温再穿烫，也蛮漂亮的。木耳很固味，它就是穷人家的燕窝。好啦，马上我们就把这穿烫。你要各大出来啊！现在这个是三宝粉，通常有机店啊、全联啊都有卖。这个我都酌量，你想看人多人少，一个人就一汤匙就够。里面有小麦胚芽、黑芝麻、白芝麻、大豆软磷脂、海藻粉，还有啤酒酵母。哎，这个还不错，它的成分东西很多。这个算是五宝六宝了吧？这不是三宝粉。那装了三宝是哪三宝？就是其中里面三种。啤酒酵母是最基本的。来咯，这个很好的姜黄粉，一个人的话就一小瓢就好了。这个可以抗身体发炎，我还会再放一片姜，家里没有新鲜的姜，这个也可以。
为什么要放姜呢？它就是早上空腹嘛，吃一些青菜水果不会让身体太寒。黑胡椒粉加姜黄，更深等姜黄的预防发炎的作用。再来就是蛋白粉咯，基本上我要的蛋白粉不要有糖分，这个目前就取代品，但我平常时不是用这个无糖的蛋白粉。在哪里买？有机超市可以买得到。那我们还要再放一些综合坚果，什么样的油脂我们都可以吃得到。我坚果放的比平常时少点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那个洛梨，本身洛梨就洛梨油了，这个只是一个让口感有个榛果的味道哦。还有一个我会加一点紫苏籽油、洛梨油或者是亚麻仁油都可以，三选一就好，到时候再要放到那果汁机里面的话就直接倒一点。哎，以上是我今天四人份的绿拿铁，水果是从冰箱拿出来的，就会再加点温开水。我们喝的话大概落在30度到35度左右的口感会是对胃比较好的。这个下去的顺序有差吗？太硬的东西不要最前面就好，大概一小汤匙。好，可以了，一小汤匙哦，大概会这个的食材8分满就可以了，浓稠度比较会出得来。果汁机的选择我觉得就是它马达大一点，然后能够搅动，把这些食材打得越细越好，打起来口感顺一点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浓稠度要稀要寡可以自己选择，有些人喜欢喝浓郁点像奶昔，有些人喜欢喝的比较水状。嘿，最后呢我会再偷偷的加这个胶原蛋白粉，因为这个吃了之后会让女生变漂亮哦，有点酸酸甜甜的莓果的味道。我没有跟那个绿拿铁一起打，觉得这样子比较层次感，可以吃到那个果香味道。我就把它加上去，我把它搅匀，让我变更漂亮更美丽。OK， 那来喝咯，干杯！干杯！耶！你看绿色的嘴巴，有绿绿的这样。干杯！耶！阿明牌绿拿铁，好喝。一个人一天的量，每个人要喝两杯这个玻璃杯。阿宝，这个玻璃杯的墨数大概多少？本来问一下这个品牌的老板。今天好喝吗？嗯，今天的酸度比较没有出来，因为我胃不行。凤梨加上柠檬会，哇，也很赞。虽然我刚刚有加蛋白粉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量还是不够的，再加一颗蛋，这样子会更有饱足感。绿拿铁打完呢，最好在10分钟以内慢慢的喝完，放了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之后再喝，它其实它里面水果啦、维生素，对，比较容易氧化掉，而且它的口感不会那么好喝。现打现喝是最 OK 的。今天是我的调配的内容，其实每一个人只要把家里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出来打，多尝试，打到你自己最喜欢的口感。我快喝完了，嗯，我已经喝完了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不用插电就可以做的优格，3分钟就可以完成了，但是它的发酵过程需要等8个小时。都会在早上喝绿拿铁的时候吃一小碗的优格，或者是当下午茶放一点水果啦、坚果啦、果酱啦。那我现在放了100%的热水，那连同筷子我一起让它消毒。为什么要消毒？消毒它就杀菌啊，不可以有脏的菌进来，这样子你会做不成功，里面的水分带掉，里面不能有一滴水哦。其实做优格真的很简单，我们有一台不用插电的优格机放在这边，还有牛奶，重点的当然就是优格菌。坊间呢有很多种品牌的优格菌，你们可以都去尝试看看。我目前是用这2款，会交替用，因为它们的菌种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吃到不同的好菌。我跟你讲，肠胃要好菌。今天选择730这个，我蛮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做起来口感很好吃，重点它里面的菌种很多。牛奶呢我们选择全脂牛奶，为什么呢？低脂的比较不容易做得成功，但还是有机会成功了，但是机遇比较不高一点。对，全脂做起来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。那我们首先先把牛奶先倒这样子一个瓶子的一半，1000cc 的牛奶配一包的菌，我们就把全部的优格菌放下去，然后稍微搅拌一下剩下的1/2的牛奶。其实有另外一个方法是把盖子盖起来之后用摇晃的方式让菌更平衡，也可以用搅拌，也可以用摇晃，但是你喜欢用搅拌。我喜欢用搅拌，因为搅拌呢它比较不会有泡泡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起来，
要放进去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放个热水。这个蛮贴心的，它就是里面有一条线，那我们只要把水放在刚好跟它平行线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来加全热热水，只要在横的那个条线就可以了。因为现在是夏天，我们只要8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冬天需要到10个小时。先把它放进去，记得一定要把它锁好，然后再把它盖起来。超简单，就完成。等待8个小时，八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箱了。那记得这个有食用碗一定要放到冷冻库去，因为它这个是活菌。现在已经到晚上10点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箱了。Oh yes！ 哇，有成功吗？哇，你看，你看我做起来表面是不是很平滑平顺？其实这个让它放在冰箱放个1天到2天都没有关系，让它再继续的发酵，这样子口感会更好。大家回来喽！当然，我们仙女已经回到她的生活岗位上面了，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由我来收尾。因为做优格需要放8个小时，然后再放冰箱嘛，已经放完冰箱拿出来的优格，你就会拿这种干净的汤匙，这样子，这样挖就一整大块。非常的扎实，像现在吃下午茶，我就会挖个3-4瓢左右。然后通常这一罐我自己在家里做，我是一个月会做2到3次。如果家里有新鲜水果的话，就会放一些草莓啊、蓝莓啊、蔓越莓。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蛮推荐放果酱，这个是 Snow Factory 的果酱，蓝莓果酱配优格超好吃。妮妮加了果酱跟水果后，我会再加一些坚果或腰果。这个不要加太多，因为它毕竟还是油脂，一天也不能过量。如果家里有那种健康饼干啊，那种芝麻饼干，可以这样沾着吃。最近不是很流行这种 granola 吗？然后这是我最近也很爱吃，我妈也超爱吃这家。这家是 Simple Yet 椰香口味的，哦，超香，它椰香口味超香。我平常时也会搭这种玉米片啊、麦片，很多种搭法。我今天搭的比较丰盛，最后压轴就是我会再搭胶原蛋白粉。你会用自己家里有的，我推荐是这个有点梅果口味的胶原蛋白粉，包装非常的方便，就一天刚好一条。滴滴，我的下午茶就完成啦！一口果酱、胶原蛋白粉和优格，超好吃！我妈咪也会自己做果酱。如果你对果酱有兴趣的话，下一集我们再来拍她做果酱，她做果酱也超好吃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仙女的绿拿铁食谱，还有她的下午茶 DIY 优格。如果你没有敲完仙女任何其他保养啊、饮食啊、生活习惯啊，还是什么其他类食谱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她就是喜欢大家询问，她才会觉得哦，有人想知道。其实这个影片也是一直跟她说，真的超级多人喜欢，就是3催4请的请她来拍，3催4请。记得看完影片下面留言哦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。